我建议你吃掉我。你看，你才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郑静心静，我饰演的是 Alex 杰利的妹妹，然后她的女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品，我饰演的是 Alex 的女朋友，女朋友小倩。跟小鱼导演合作，一直觉得是一个很愉快的感觉，因为他不管是他给人的氛围不会这么紧张，然后他在导戏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能理解，很能 get 到他要的那个点，所以很快就可以上手，就很有自信。跟这导演合作，觉得他很亲切，对，然后也很能带领我们，就是不会让我们很紧张，然后给我们很好的指导。对，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，觉得他酷酷的，因为他就。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很酷，但是聊起来的时候又也是很亲切，然后也蛮多好的主意，我觉得我很喜欢跟他合作。刚我们有说话，刚刚我们后面有拍那个，就是我们走失的一段戏，他还不错，他带着还很好，至少背得起来，对，也抱得起来，对，他有背我，还可以啦。刚才不是要公主抱吗？对啊，可是可能是抱着起来，有在排的时候就有试过，但是可能画面不会这么好看吧。撑不久的。哎，不是哦，这可持久的。哎，是这样讲。是喜欢小孩的吗？喜欢，超爱，很可爱。哦，他真的很喜欢，我是不讨厌也不喜欢。那要看是哪一种小孩，看是可爱的啊，还是很。我有时候 handle 不了，你也看着，因为拍戏的时候，我就看他，他小孩，然后看到小孩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。就像碰到猫一样，就拿他没辙，因为养猫已经够累了。我先 handle 好猫，再考虑小孩。现场即兴互撩你们，哎，这我最会了，我最不会了。大宝贝，你看起来太瘦了，我建议你吃掉我。你看，你才开始。不是啊，你那么瘦，不行啊，你那么瘦我也吃不饱。如果《酷盖爸爸》要拍第二季，我觉得可能我们也可以结婚领养小孩。好，我觉得很棒，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戏份了。耶！领养小孩要男生还是女生？可以，一男一女。对，一男一女最好。你看，我们已经有共识了，导演，拜托，导演，拜托，准备好了。台湾第一部同志家庭网络剧《酷盖爸爸》就在嘎嘎乌拉拉。记得来看看哦。